嗨，家人们，今天是星期五的晚上，是我愉快的放纵餐。我下班之前正好点了两份外卖，然后刚刚上楼的时候，正好碰到小哥把外卖要准备送上来，然后我就自己带上来了。现在还热乎着呢。这一份是应该算是炸串吧，我来看一下。因为其实上一次放纵应该是两个星期之前，然后吃了炸鸡，然后周末吃了红油抄手，然后这次的话就打算点一下其他的，很久没有吃过的其他的一些食物。这是一份烤苕皮，我从来没有吃过苕皮，这是我第一次吃，所以想试一下。然后还有一份，店家包的真的是蛮好的。这应该是烤年糕了。我特地这次点的时候都没有让店家给加辣，因为最近我一直在用中药嘛，而且正好现在也是生理期，所以不太适合吃太多重口味的，所以我就没有加辣。然后这是一份臭豆腐。店家还专门给了单独的给了一个辣椒粉末，这个可以留着，到时候下次做菜的时候可以用。这好像是一个手机支架，店家送的手机支架。OK， 来看一下臭豆腐。哇，很浓郁的一股味道，但其实还好，没有我想象中味道那么重，但总体还 OK。准备开吃了。没错，这就是我今天的晚饭。我一般只有星期五的时候才会这么点。最近的话一直有在收听一些播客，就是很少在一边吃饭一边看视频了，因为一天工作下来都是盯着电脑嘛，对眼睛不是很好，所以的话我现在的话可能大部分时间是以播客为主。是，比如说现在我可能心里会像冰峰这样也想。这一次我听的是，就是网易云上面有一个播客，是原来是这样，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就是科普类的一些节目。然后我这一次这段时间在听的是关于那个，就关于肿瘤这方面的。然后后面一段时间可能会再听一下他其他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内容。先听这一期。原来是这样。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大家好，我是优医生。继续直面肿瘤第二篇啊，今天呢我们重点聊一聊心理。上一期肿瘤生理篇当中提到的一系列的内容啊，听完之后可能会有这种晕乎乎的感觉，其实也很难怪，因为我们上一期充其量也只有50多分钟的时间，而肿瘤呢恰恰也是现代医学当中最为交叉的一个学科，某种程度上你甚至很难去定义肿瘤它究竟属于哪一个临床科室专门负责的。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肺上有一个结节，肺部肿瘤，可以去就诊胸外科，我们也可以去就诊呼吸内科。消化道的肿瘤比如说胃癌、肝癌，你会发现
看一看这个肿瘤的细胞哎有什么样的特点。所以如果真的是恶性肿瘤，它的细胞是会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特征的。是的，叫做恶性肿瘤样的特征，或者说我们通常会说这个细胞表现成恶性细胞的特征。第一点呢，肿瘤它是有无限的增殖能力，这个无限我们先打一个引号，我们先姑且这么说，那么它有无限的增殖能力。那么有无限增殖能力的细胞，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来说的话，永生篇其实我们说过，对，我们的干细胞，是吧，它相当于是我们身体里面一些比较原始的细胞。那么如果说这个肿瘤我们切下来之后发现这个细胞很原始化，它不表现为我们分化成的组织样的那样的细胞，比如说你切了一块皮肤下来，你会发现哎，这里面怎么有些细胞不太像是皮肤的细胞，对，像是比较原始的一些细胞，这样的细胞的话我们是不是考虑有恶性的可能性。就是正常情况下，如果是在一个身体组织当中取出来的细胞，它应该就能够看出来它就是这样的零件的这种造型。是的，我们的皮肤细胞看起来就像梧桐树叶一样，我们的肝细胞看起来就像小蠕虫一样，这是有一些形状的上的一些特点的。对，而我们的原始细胞大家都可以记住，就一个字，原。原就有点像是我们可能传统认知上对于细胞的那个荷包蛋式的那个造型。对对对对，这是从一个细胞的角度上来说，但您别忘了我们也是取下了一块组织，这块组织它其实各个层次之间是有一定层次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表皮在外，真皮在内，底下是皮下组织，但是我们在一个位置发现这块长了一个新生物，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新生物它是反着的，真皮在外，表皮在内，哎，我们发现它的层次结构发生了这样一些改变，或者我们叫做层次结构紊乱，就不按常理出牌了。对，啊，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代表的是这种恶性肿瘤的这种可能性。更微观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在普通病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细胞核。我们在细胞核内，其实正常的细胞一般来说都处于一个静止状态。我们的细胞核其实是一个均匀的染成紫色的一个小球，里面一般来说是看不到染色体的，因为在静止期的情况下，染色体都以染色质的形式存在，而它不会扭曲形成染色体。那么肿瘤细胞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它处于一种增殖的一个状态，那么它的染色体就会形成，甚至可以出现不均等分配的染色体，这个我们称之为叫核分裂象，这个是我们在病理学上很重要很重要的判断良恶性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在光学显微镜底下我们能够看到核分裂象，那往往意味着这个肿瘤或者说这个新生物恶性可能性非常高啊。因为我是经历过家人去做胃肠镜，然后可能会取一些里边这个息肉，然后他也会去做具体的这个病理分析，其实在这个报告当中也会有类似的体现，类似的描述。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由此去理解病理科的医生他到底是通过哪一些。
生长的过程当中，它的不同的位置对应的不同的阶段或者肿瘤细胞的不同的代也好，其实它们的每一个区域它的代数或者说它的传代数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对应的分化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而现在科学家很困惑的一点就是，总有一些旭东刚刚用的词非常准确，就是肿瘤干细胞它的分化能力最强，是的，它会跑出去，第一会跑出去，第二个就是它会让这个肿瘤不断的生长。而且肿瘤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它发现这个区域没有干细胞的时候，它会有些细胞主动的退回去形成肿瘤干细胞。哦，所以肿瘤干细胞并不是只在肿瘤的核心部位，其实在肿瘤的您刚刚说的，如果是到了癌期的这个阶段，它在这个期的任何部分可能都会少量的分布着一些肿瘤干细胞。是的，而且这个分布的区域是科学家现在没有办法去预测也没有办法去归纳的。哦，所以就是当它进入到了某一个阶段，可能我们通常认为的是比较晚期的阶段的时候，它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有可能出现肿瘤干细胞，并且在我们的血液系统当中游走，在其他的地方扎根。是的，其实还可以跟大家说一点比较沉重的话题，其实就是我们的肿瘤细胞对于我们后续要讲的肿瘤的放化疗其实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肿瘤干细胞其实对于现在的一些放化疗其实是不敏感的。这个其实是真的会刷新我们很多的认知。当然肿瘤的治疗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在这个系列之后会比较重头的和大家来讲的，它会涉及到了可能我们对于肿瘤的认识，同时也就是我们的治疗的手段，这么多年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其实也是对应的就是我们对于它的认识在逐渐的加深。对，我们的认识逐渐的加深以后，之前我们认为的金科玉律，现在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些修正。对，原来我们可能觉得是一个辅助治疗的方式，可能现在它的这个地位在逐渐的提升，这都是随着我们认知的不断的发展在改变。嗯，前面其实我们一系列的这个对话主要围绕的就是肿瘤是如何生长的话题啊，这里面其实就会引出来一个肿瘤细胞它发展的一个最终的形态是什么，它会不会无限的扩大，还是说就像您说的到了癌期的这个阶段，这个位置它可能就不会再长大了，而是到其他的地方继续去长大。对于不同的治疗来说，或者说对于不同的演化的这个大环境下，它最后能变成一个什么样一个东西，其实因人而异。单从肿瘤细胞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如今提出来一个概念叫肿瘤的演进。嗯，这个演就是演化的演，进就是进步的进，就是肿瘤又体现出来它是一个新生物了，它也表现出来一些新生物的特点，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不断的进化。哦，其实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嗯，其实它跟达尔文的进化论大家可以做一个类比的，它也在身体的这个环境当中不断的适应的。是的，不断的适应，不断的进化啊。比如说有朋友是肿瘤患者的，或者说有亲友是肿瘤患者的，可能会知道一开始我给这个病人做这样的治疗，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治疗效应就不是很明显了。我忽然想到一个在自然界当中我们可能非常熟悉的类群，病毒或者是细菌。是的，因为本身具有一个迭代非常快的能力，它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异，其实它就会去适应，总有那么一些侥幸的逃脱了我们对付它的一些方法之后，它就会取得一个新的优势，成为他们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个主导的地位。肿瘤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您刚刚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病毒和细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肿瘤细胞迭代的速度也很快。对于这种迭代速度很快的，我们说的叫致病因素，其实都存在一个我们说的叫做筛选这么一个过程。有些肿瘤细胞它对放化疗敏感，有些肿瘤细胞对放化疗不敏感，那么当你去做了一些放化疗以后，你把不敏感的这些细胞筛选下来之后，它再进行进化，再进行分裂的过程当中，那它就会分裂出来一个对放化疗不敏感的实体。这样的你的治疗可能就没有效果了。这其实就会涉及到了，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畏惧恶性肿瘤，那因为它通常会和死亡相关联。那恶性肿瘤它到底是如何导致死亡的？是这个肿瘤本身
造成了我们身体，比如说，因为有的说法是它把我们的这个营养什么都耗尽了，人油尽灯枯了，还是说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死于一些并发症。其实对于恶性肿瘤来说的话，它造成人死亡的方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跟您说的一样，因为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快，身体的无论是代谢也好，无论是这些营养的供给也好，都被它吸走了。那么我们身体的其他的部分的机能就会出现负担平衡，就会出现能量的供给的不足。钱呢，补充最多的胡萝卜素，那么可以优先考虑一下蜜橘和番茄。
如果你想花最少的钱补充最多的维生素 C， 那么可以优先考虑一下枣和柿子。但是呢，在这儿也有幸提醒大家，补充的维生素营养素一定要适度啊。举个例子，如果你一次性的补充了太多的胡萝卜素，你可能会变成小黄人啊。最后我们一共算了一下27种水果的营养成分和总的可食部的单价比值，发现性价比最高的水果居然是什么呀？那些黄瓜、番茄、蜜橘、柿子啊。我们暂且把这个黄瓜呢归到水果一类当中啊。那这四种呢，不仅是营养总分要高于平均水平，价格还很便宜啊，性价比爆棚。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黄瓜、番茄、蜜橘、柿子，还有菠萝、梨、木瓜，对吧？相对来说呢，就刚刚这四种呢，黄瓜、番茄、蜜橘、柿子，多吃一点总不会差。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性价比高的水果整体性没有性价比低的水果的口感丰富啊。所以说，我觉得万事总难全嘛。性价比高的又不够好吃，好吃的呢，性价比又比较低。那具体怎么选呢？还是来看各位的需求了。最后呢，跟大家总结一下：首先，如果你追求性价比的话，请吃饱黄瓜、番茄、蜜橘、柿子。那你要去追求性价比的话，就远离杨梅、枇杷、椰子、荔枝、樱桃、龙眼啊。所以说，如果你们喜欢的刚好是那些性价比不太高的水果，但是还是建议大家，请继续的热爱下去，多吃点水果啊，钱包缩水并不可怕，至少还有小黄瓜，对吧？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生活杂志，我是奥巴庆，咱们下期见，拜拜。大部分人呢，第一眼看到午餐肉成。